哎，你知道男人应该怎么睡会更加健康吗？我告诉你啊，第一呢，要仰卧的姿势。有的男人啊喜欢趴着睡，其实这样真的不好，会压迫内脏，导致呼吸不顺畅，而且呢会压迫生殖系统，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反应，还有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工作。有的男人吧喜欢左侧睡，但左侧睡的话容易压迫心脏，所以仰卧的睡姿对男人有很大的帮助。第二就是什么呢？裸睡。经常啊穿内裤睡的话，24小时处于一个闷热的状态，容易滋生各种各样的细菌和病毒，而且还容易引发炎症。裸睡呢，能够减少汗液的滋生，大大减少了男性生殖系统疾病的出现，而且裸睡还不被附属，气血方面是更加的通畅，还能够让男人的身体呢更加的健康。哎，我问一下，你是怎么睡觉的呢？评论区一起聊一聊吧。